好，现在是2012年11月3号，那我们要进行英英的满周岁抓周活动。然后爸爸妈妈还有小佩、阿志、阿公爸爸，然后我们家里人应该没有人用过这样的活动，有计算机、字典、信用卡、CD、手机、红包、锅铲、键盘、笔子、筷子、笔，还有书。我等一下要吃的是披萨，还有蛋糕，然后英英周岁来抓周活动即将开始。相机也可以放下去。好了，准备。不行，那个皮带。刘佩，你要在。我要在哪边？你要在，你要在这一边。坐下。然后，妈，你要再后退一点点。好。啊，那其实抓周的时候应该很快就结束了。你叫什么？键盘。键盘没关系啊，再让他再多拿几个。他还要拿起来。对啊。开始键盘，他这么按。因为看你们两个常常在按，阿妈，你过去，阿公啦，妈你要来这里啊，你过去那里啊，妈你过去那里，来这边来，我带你看，按，你过去那边啦，你过去小佩那边，你让他自己摸，按，除了键盘之外，我想看他还会什么，按，还有没有？哦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笛子啊，这个人拿起来。好，英英拿了笛子，以后以后爸爸妈妈可能要花很多钱啊，学音乐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拿起来。还有没有？啊，键盘，好，谢谢键盘，谢谢，谢谢。给妈妈，哈。啊，谢谢。还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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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。还有什么？哇！啊，煮饭啊。对。好，给妈妈。给妈妈，给妈妈，谢谢。多几个选择啊，你们可以排行一下，要记得排行顺。还有没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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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拿手机，喂，赶快啊！还有没有？啊，拿起来。喂，他会去跳。啊。喂，你看。手机第四样是手机。第一样拿的是键盘，第二个是现在看到披萨，笛子，第三个什么？好，他看到披萨应该是以后跟他老妈一样爱吃。还有没有？没有啊，他就会这样换这样，他才会看到，换这样他就会过去的。他对数字的东西他特别对，有吗？他喜欢有数字，按。你要吗？对啊，好棒哦！对，给妈妈，他不是，他要换开。谢谢你。对啊，在家里面都按计算机。谢谢。按。谢谢。哇，你要当数学家。谢谢。你还会算哦。好，谢谢。给阿妈。啊。按。哎呀，按了。这是第五样了哈。对。好。谢谢，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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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谢谢，谢谢，你不给我，你啊，给爸爸，啊，他说假动作，你，他叫你开给他看，好 ，OK， 还有哪一个？
给妈妈。没有咯。给妈咪。给妈咪。很爱。这个你会不会比较爱一点？哎、欸。嗯。那什么？那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会引起他的兴趣。哦。引给妈咪，给妈咪。好。引给妈咪。看来他已经结束他的抓周活动了。没错，就这样子哎。妈妈唱歌，唱歌，唱歌。小妹妹背着洋娃娃。不要，还要这个鸡声陶喆。坐到花园来看花。好。娃娃哭了叫妈妈。树上小鸟笑哈哈，哎、欸，阿爸啊，阿妈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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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妹妹背拍拍手，洋娃娃，坐到花园来看。好，好，好 ，OK， 耶、yeah ，好、欸。他真的不是拿那些的东西的那个哎、欸，好笑哦，看到了，你果然跟我们一样是怎样资讯业吗？现在看到第一个就看到键盘，拜托，天天看你们两个在打键盘，不会拿键盘。耳濡目染，不比啊！好好好好，一二三四，好，好，抓周活动暂时告一段落，接下来要来吃披萨喽。